比赛狂，没有比赛会吃不下饭，没有比赛会睡不着觉的比赛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展元，在我旁边的讲评是，没有人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南华大学回来了，他跟着大师兄一起回来了。我们这次不打棒球，我们这次不打电竞，那我们来要干嘛呢？我们来卖东西。我们这产品的话，有可爱的小猪猪吊饰，还有时下最夯的3C产品，当然还有最热血的 Board Game 桌上游。那讲了那么多，饿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狗饲料可以让你免费试吃哦。讲了那么多，喉咙干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卖喉糖可以吃下去。跟我们一起喊，变了心的女朋友都回来了。断线的风筝，脱了缰的野马又算什么呢？呜，我好想赢 ECIC 哦！救命！谢谢。